哦，这是蚂蚱，不是那个蛐蛐儿。姑娘，我是我哥保镖，爷们儿。这虫子，不要害怕它。以后有什么害怕的，告诉我。好，我来。还有点怕姐姐。嗯，我也怕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哪个姐姐？你打算怎么处理姐姐？因为我也怕姐姐。你是怕哪个姐姐？都怕。更怕哪一个？ 我怕尬姐，我那天说弟弟，我可以抱你吗？别尬姐，我就啊，就跑到墙上去哭，你知道吗？尬姐，我以第三方的视角来解释一下，当时那个场面，我觉得也不能怪尬姐，你知道浩然是一个什么状态吗？他刚洗完澡，然后穿了一个浴袍，太秀色可餐了，V到肚脐眼，真的没有。 我坐镇，你那个当时系的不是很紧，绝对紧。尬姐进来的时候，我一直拿手捂着这儿，你捂那个腿呢，这个腿江露未露的，然后，我就拿药给她，然后她有点害怕。有点害怕？哎呀，你是有多怕尬姐？因为我开门的时候，尬姐在门口，哦，那个，奥了个道士，尬姐走的时候说是弟弟姐姐能抱你一下，是不是尬姐？ 他当时是恳求你，还是说是一个命令？没看他，我不敢看。他不是个 requirement， 他是个 request。我以为尬姐走了，我就扭头，扭头那一刹那。姐，别别别，姐。这段一定会被播出来，真的假的？弟弟受到了伤害，墙角，帮我安抚一下他。从那一刹那，我就感觉后面有阵风，然后大姐跟野心哥来一句：“帮我安慰一下浩然。”大姐就走了。那明天早上我们是要看《恒河》。